问题提到了，为什么我们的长辈活得那么痛苦？尤其是在养老院中的爷爷奶奶，有子孙如无亲人，苦不堪言。难道这是长者们必经的路吗？这个当然，这个现象啊，很可能呢，现在世界各地啊，都有这个情况。所有的问题呀，从外向上看呢，纷繁复杂；从根本上看呢，其实就是人心的问题了。人心呢，变得功利了。所以我们古人呢，这些经教的提醒很重要啊。他不听老人言了，可能后面就会有问题出现了。孟子说了，饱食暖衣，逸居而无教。我们只注重啊物质方面，吃得好，穿得好了，没有人生的目标、责任感，逸居了，比较游手好闲。你又没有教他做人，则敬于禽兽。故圣人有攸之啊，他只有追求物质享乐，就像现在说的功利主义、享乐主义，那就利欲熏心了，人心就变成利欲熏心了，那他就提不起情义、恩义、道义啦，他就不容易想到父母、想到老人了。人心呐，从根本上看，就是人性的问题。我有一个长辈啊，他有一天很无奈的跟我说，他说我们是啊孝顺父母的第一代，最后一代，是被孩子遗弃的第一代啊。这是他的感叹呢。当然从这里啊，我们也感受到啊，圣教的沉传重要。人生第一件大事啊，自要没落交子啊，不能因为要赚钱呢、忽略了下一代的教育。人生的轻重缓急啊，这个得要抓清楚了。有一些家族两三代人创业维艰，这样好不容易啊做起来了，几代人哦，你下一代没有教好啊，他一上来可能几年之内就把它搞。格言里面有说啊，成家犹如针挑土啊，一个家业要弄起来啊，好像什么拿着针啊，把一粒一粒土这样慢慢积起来啊。我们闽南话说俭长耐多啊，很节俭，很节俭的、可是败家犹如水推沙，
你好不容易堆起来了，它像那个海浪啊拍过来一下，什么全卷走了。古人留的这些话真的太重要，自要没落交子。我们因为啊这一百多年来的风气啊，就太强调功利了，大家都把赚钱摆第一位，可能其他尤其啊教育孩子这个重要的事啊给忽略掉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知道原因出在哪，我们要从根本去解决。从小的教育啊，要教他孝道，教他知恩报恩呢。我们希望这样的现象啊慢慢改善。我们澳洲的法令啊有一条很可贵啊，子女愿意照顾老人呢，国家给你资源呢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这一条，这个国家的规定啊，这个在提倡孝道啊。这一个地区的人孝心越来越强了，这个地区的人就有福报了。所以很多政策啊也都要考虑啊对人心的影响啊。不然呢，你这个考虑没有考虑人心啊，好心办坏事有没有可能啊？有啊，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慈善团体，他们到处救济啊，结果呢他负责人遇到师父上人，私底下问的，陈德刚好在旁边呢，他就问了，为什么我们救济越多的地方他越不感恩呢，还跟我们要更多啊。师长马上就回答他，他连他的父母都不感恩，他怎么会感恩你啊。百善孝为先呢，他感恩的心要从哪里开启啊？从孝道开启。孝是开发人心地的善根呢，心地的宝藏啊。所以你不从根本教育着手啊，有时候你帮助人呢，还增长他的贪念哦。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定政策啊，也要考虑深哦，考虑远哦，考虑到人心哦。不然你花了很多钱人还不感恩，哇，那这样真的是太冤了哦。那我们从根本上啊去改善，那眼前呢，我们能带动啊，比方说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多带他们呢去这个这些老人院呢关怀老人。那老人一看到这小朋友特别高兴了。老人高兴了，我们的孩子增长善根。他们看到老人因为他们而高兴，他们会觉得做这样的事很有意义，也让孩子的心量扩宽，多关心老人，关心这个社会。那当然我们也要尽力的来宣扬孝道，
宣扬伦理道德因果教育。因为人不学不知道，人不学不知义。所以假如这些老人的孩子他们有缘听到课，有可能他的善根出来了，他会把父母啊接回来，或者他会更积极的多去关心父母。所以建国君民啊，教学为先啊。人之初啊，确实是性本善的，但是他要有缘分呢、啊，他要听到好的教诲啊。啊，我记得我2002年呢，啊，到了图文巴，啊，我们学院呢，有用英文呢上《弟子规》的课，啊，那啊，我的英文呢 very poor， 哦。可是呢，我也很好奇啊，啊，这个澳洲当地人，哎，听《弟子规》，啊，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我就坐在后面观察了，啊，虽然听不怎么懂啊，尤其啊，我观察到啊，讲故事，啊，比方讲子路父米啊，啊，讲这个。蔡顺十三啊，往往讲到比方背着米回来啊，看着父母吃啊，他很高兴啊。讲到这些的地方啊，嗯，我看这澳洲当地的朋友啊，他们就很自然头就开始点了。我观察的时候就觉得哇，这个孝道啊，不是中国人有的，应该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呢，一切各个种族都有的。他遇到缘呢，你看他讲孝道的故事，他的孝心就起来了。性德，每个人都有啊，但是这个要宣讲。刚好啊，我们有一位同修，哎，跟这一题很有关系啊。他提到啊，他的上司希望啊，他能从事帮助长者，那应该跟关怀这些老人呢有关呢。那找义工啊，来探访这些老人，这个对老人的精神生活啊有帮助。一个人只有物质啊，没有精神呢，啊，挺可怜的。好，那这是一项啊政府资助的计划，哦，这个澳洲政府很可爱啊，哦。很难得啊，旨在帮助需要陪伴的老年人，他们希望有人聊天，尤其是那些独居且有时可能会感到社交孤立和孤独的长者。那我的上司财务及企业总监，可能三个主管准许我制作教材帮助义工明白义工的意义。请问弟子应不应该接受此重任？这是属于因缘成熟吗？这个因缘成不成熟，首先呢，是不是我们攀来的？不是啊，找上门来的。
再来我们思考啊，这件事应不应该做啊？这个这是政府提倡的啊。我们注意看啊，哪个朝代尊重老人了、啊、那个朝代就有福报。福田心根呢、啊？啊，福田大分三种，恩田、敬田、悲田。尊重老人三个都有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社会的成果怎么来的？上一代老人的努力啊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啊。我们对老人好是恩典哦。你一个家一个社会都是这样啊，没有老人哪有现在的子孙呢、啊、第二个敬田，恭敬老人，为什么？他有贡献。再来他年纪比我们长啊，要尊重啊，他人生的阅历比我们多啊，敬田。再来老人没人关心呢，我们有慈悲心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是不是三个都有啊？对啊。那又是有意义的事，也不是你去攀来的哦，而且还是三个主管都选定你。那这个三个主管有慧眼是吧？哦，那你要报他们的知遇之恩。哎，被人家信任好不好啊？对呀、啊，知遇之恩啊，孔明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呢、哦、他出来努力了二十多年了。这个人一生呢、啊、能遇到信任我们又肯栽培我们的贵人呢、啊、这个恩要报啊。哦，像陈德自己中文是最差的。哦，那师长老人家也没有嫌弃我们弟子，还让我们有向大众学习的机会啊！那这个都是知遇之恩呢、啊。所以我念《出师表》呢，弟子本生死烦恼很重的凡夫，苟全性命啊，于六道轮回。哦，那师父不以弟子能力不好还肯信任用我们，那我们得好好做啊，好好报恩呢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知遇之恩呢、啊。哦，那这个同修说了啊，常听。先恩师，师父上人说的，想影响众生呢，先修好自己，做个好榜样，恳请指导弟子应该从哪做起。顺便一提呢，弟子的三位总监呢都是去教堂的人，那代表他的主管都是信教的人。好，他这里还说，若弟子有说的不敬的话，请多多顾谅并纠正弟子。这个同修很谨慎，很恭敬啊，他问得很好了。嗯，那从哪里开始做呢？
从自身呢做起。比方我们今天呢这个任务是让我们帮助义工，那我们要帮助培养义工，那我们得先以身作则。教学啊，一定是身教在言教的前面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稻盛和夫先生，日本航空倒了，他那时候已经出家了，鸠山由纪夫去请他出来，他很难得，他没有着在出家的相哦，他出来了，把日本航空啊，用424天呢，本来已经破产了，转亏为盈啊，好像是1,700多亿啊，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啊。可是稻盛和夫面对中国的企业家说，我是跟你们老祖宗学的，他到了日本航空第一件事情把全体员工召集来，他说，我来啊，我不拿一分钱。大家想一想，全体员工听到这句话内心什么感受啊？我看当场都有人流眼泪啊。他的身教，他大公无私啊。那我们呢，首先从自身做起，带动大家来欢喜做这件事，欢喜去奉献。所以你要做的笑口常开，跟弥勒菩萨一样哦，你不能做的一张苦瓜脸，人家也不敢来做了。那这个义工哈，陈德觉得，首先呢，修身齐家，自己的家把他照顾得很安定，这样你家里的人就变成你做义工的护法，会支持你。假如你家里你都没有安定好，常常你都带着不是很欢喜的情绪要去做好义工啊，也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跟马来西亚华教的老师做培训呢，我们不只是培训他们这些教学的技巧，更重要的，他要有爱心呢，他要发心呢，还有他的家庭要安定啊。一个能够把学生教好的老师，有没有可能家庭每天吵架？哇，那他这么厉害，刚刚跟家里的人吵完，然后进到教室里，同学们好，哇，那他不就跟四川那个变脸，一下变一张脸了，不可能啊。所以你今天一个好的校长，好的领导，你要不要去关心老师们的家庭状况啊？要啊。你不是只把老师当作一个你工作的一个工具而已啊，他是人，他不是工具，他需要我们的爱护，需要我们的培养，把他这个教师之路走好，这个是一个领导者应该考虑的。做之君，做之亲，你要爱护他，以父母的心来爱护下属啊，做之师，有一些机会点，这个
柔和直直的去引导他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自己去身教。哦，而且你这里提到的呢，啊，是制作教材。哦，那这个啊，比方我们所处的是多种族、多宗教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培养义工，首先你要培养他发心，这个心呢越发得出来，他才能做得持久，啊，就像修行一样，手种发菩提心啊。再来你也要教导他，他去面对老人可以跟老人聊什么，这些方法内容技巧。可是方法内容技巧都从哪里出来了？从心出来的。所以这个义工他用什么心态去做，用什么责任感、使命感去做，这个要先重视。那我们就可以啊，举啊，比方我们可以放德蕾莎修女的电影给这些义工看呢。你去收集一些大家看了会很感动，会更愿意去帮助别人，更启发他。哎呀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哎，甚至于你拿到这个义工的基本资料，哎，看一看，哎，信天主教的、信基督教的，啊，还有没有其他宗教的？哎，你在跟他们培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到，哎，我们做这件事啊，离天国更近了。假如有佛教徒啊，我们做这件事积功累德，离极乐世界更近了。跟他的宗教结合起来，你说我是学佛的啦，那其他的我不是很了解，老和尚都想好了啊，有一本书叫《世界宗教是一家》，那一本收集的都很精辟哦，啊，我稍微翻了一翻呢，很多都跟天国近了有关，哦，我们把它结合起来，哦，还有一套书啊，宗教360，每个宗教都挑出精华360句。当我们在培训这些义工，你能把每个宗教的重点都讲出来，他们听了高不高兴啊？他们被尊重了。好，那你这样对待他们，你就是身教。我们尊重不同种宗教，尊重不同种族，那你的身教就会影响他，他去服务老人的时候也会尊重人家的宗教跟种族。尤其老人呢，只要他有宗教信仰了，一定要讨论什么问题啊？死生事大了，要告诉他这个身体是工具啊，生命是不会死的，灵魂不会死，身体是工具，工具哪有不会坏的道理呢？哦，就像你一台自行车骑到最后抛锚了，不能用了，你得换一台啊。可是你要换好的啊。你说那他假如没有宗教呢，不管是义工还是服务的老人，没有宗教，你用科学跟他谈生死啊，轮回转世的因果证明啊，科学证明，轮回转世的科学证明，用什么手段？用催眠的，还有呢，记得前世的，这个都有资料啊。哦，好像我们有同修啊，
都有把这些资料翻，就是都翻成英文了，中文英文都有，我到时候再发给大家做参考。哎，我现在在回答这个义工问题哦，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啊，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种族宗教的人啊。你包含他没有宗教信仰，他从小读的书里面也有很有意义的这些故事啊，读到的这些奉献的人啊，像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史怀哲啊，医生啊，到偏远地区去照顾这些可怜的人啊，有共通语言啊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。哎，他们很熟悉的这些教导跟故事。好，那这些可能是要先做准备的。现在有很多公益广告，大家看过没有？哦，泰国拍了好多，哇，每一次看哦，旁边的要准备卫生纸，看完都很感动啊，都会流泪的，得收集好这些资料，来启发义工的这些善根。承德 有用了一个平台啊，熏闻承种，我里面也收集一些影片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呢？因为遇到一个同修，他的孩子十六七了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讲的那些都是教育小孩的，有没有一些比较针对青少年的？”哦，那我就想到了，父母呼应勿缓呢，众生呼应勿缓呢，那就我们有机会能收集到一些可能给青少年看哇励志的电影啊，这都挺好的。所以说弄的这个平台到时候也提供大家做参考，可以参考里面的这些资料啊，电影啊，都可以运用。今天呢，时间到了啊，这个鸟叫是不是提醒时间到了啊？